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好，回到嚟今个礼拜嘅澳门街，我系你哋嘅主持人阿雅。哎呀，你好啊，又同你拍档啦，耶、yeah, 好开心啊。我啱啱嗰句说话好套路添，我觉得。好套路啊，唔紧要啦，咁呢啲必须要开场白嚟㗎嘛，係啦，声大大冇嘢买呢个唱歌歌又喺度啦。好啦，咁我哋今个礼拜讲咩题目啊？讲緊一个相当之悲伤悲惨嘅题目。因为作为澳门漫画家，跟住就諗諗下，原来发现澳门係好难买漫画书。好咁悲惨。我嘅经历就係当我好辛苦咁样出咗本书嘅时候，就去拍门，冇地方可以俾我买。即系去一啲澳门卖书嘅零售店，例如书店啊、报摊呢啲系啊，书店啦、报摊已经冇谂啦，因为报摊嗰个流动性太大，同埋佢哋接受唔到嗰、那个啲新嘅嘢。其实我再讲，所以去书店问嘅时候，当时问，跟住佢哋都会回一句啊，你系漫画嚟噶，咁我哋就唔考虑啦，咁样咯。哦，即系歧视咯、哦。我唔知啊，总之个状态就完全。嗱，我讲嘅啫，唔系阿雅讲嘅，我心灰意冷啦。其实咁，你而家点啊？系放一啲文创嗰啲店啊、咖啡店啊，定点样样？放咩地方买咧？譬如好似而家有活动喺咖啡店度做紧展览嘅，就可以摆喺度做寄卖咯。咁、有一啲就只可以系，譬如好似啱啱讲嘅文创店嗰度租个格仔啊，嗰啲咁样摆喺度卖咯。哇，咁惨啊！系啊，只可以咁样咯，变后上唔到去一个书局啊。不如咁啦，你试下喺网上卖啦，不如。淘宝又好，亚马逊又好。呢、這个要再揾方法啦，呢啲。我是一个很落后的人、我跟澳门一样。博客来那些呢，即是你。没那么容易是吗？试下啦，同你研究下啦。唔系，即系咩方法都要㗎啦。点解咩方法都要呢？因为我哋其实发现咗澳门嘅漫画店都执得七七八八。基本上可以买漫画地方都冇啦。你睇书店又唔卖啦。书店其实佢係有卖嘅，但係卖嗰啲日本返嚟漫画部分都唔係跟得咁贴。可能係囉，比较大路嗰啲可能摆一两本喺度咁样。跟住可能去到某一期又断咗嗰啲呢。係呀，断晒㗎啦。咁以前呢有个叫做咩呀，漫嘟馆嗰啲呢。嗯。仲有嗰啲几多个人一帮嗰啲呢。係几多个人一帮嗰啲呢，其实都相对已经係走得七七八八㗎啦。係囉。咁主要原因就係呢，少了人租漫画，也都少了人买漫画、这个问题都很严重。是的，但是你不会说少了人看漫画，因为这件事是不成立的。其实看漫画的人依然是这么多的。但问题是你现在单个 app 或者去那些老番网站，是的，是什么都齐，太方便了，还要是免费，还好即时添，好即时，亦得还好过你给钱买那些漫画。是的，是的，我都觉得是。还有注释。非常之咁详尽，仲有呢个引经据典，话俾你听点咩由来添。系惊死你唔明添啊！冇错，佢哋啲资讯量真系非常之强大啊！咁就会搞到咧，好多人都未必会买漫画咯，即系除非真系相当之中意嗰套作品，拎翻嚟供奉。好似我哋呢啲系真系会攞嚟供奉嗰啲咧，系唔知去边度买噶啦，已经。我想买翻嚟供奉都冇零售点咯。冇啊，变好即系而家变好，一系就上网买要。俾個貴過本書嘅嗰個運費買翻翻嚟，一係就真係去旅行嗰陣時再買。但老實講啦，我自己覺得無論睇文字書定係睇漫畫書咧、都係實體書會睇得比較開心，啊、比較舒服，我都覺得實在啲咯，同埋。是啊，同埋你睇漫画呢，你真係睇佢个画工，睇佢个构图、如果你对住个 mon 你对得耐呢，真係其实因为尤其係我哋睇开日本漫画呢，其实佢喺画嘅时候已经考虑过你钳嗰个流动性㗎啦。咁所以你将佢夹硬，而家你以前呢都仲係一版一版咁睇，而家係条列式咁睇㗎嘛。佢夹硬将你一个平面流向嘅嘢变得打动落去囉。都有横向嘅，咁但係就算横向都会，你始终係对住个 mon 啊。你明白。喂，我真係鍾意睇漫画书嘅人，我对住一版真係可以睇好耐。即係真係睇到灵魂出窍。我睇我小学中学嗰陣时候睇漫画书，一本书睇二十几三十次係冇问题㗎。係啊。
嗰本書係我係試過掀到本書係甩頁嘅，散曬嗰條骨散曬嘅，跟住嗰本書就好有成就感咯。甚至乎有啲人咧係買一本係專嚟睇，有一本係愛嚟儲嘅。係啊，因為你唔捨得咧睇到本書殘曬爛曬啊嘛。係啊。同埋就但係你又好想不停睇，咁買兩本咪冇事咯咁樣樣。有啲人係買三本啊，一本攞去俾人簽名，一本係收藏，一本就睇。係啦，即係呢啲先係漫畫咪要做嘅。但係你而家同我講話實體書喺澳門買唔到喎，哇！几惨啊！真系你，即系越讲就越悲伤啊！系啊，你以前咧之所以咁多漫画铺，系因为你租漫画同卖漫画一起做嘅时候，你有得做啊嘛。啲漫画书卖唔出，佢可以拎出嚟租嘛。虽然可能系犯法啦，犯法理法啦，澳门嗰度走下啲法律罅啦。同埋佢哋都唔系话真系赚好多钱，两三蚊租一本。系啊，系啊。咁但系咧，睇漫画嗰个乐趣始终可以延续落去。咁但系，你嚟加嗰個地產霸權，令到嗰個租金繼續升嘅時候咧、你根本上租漫畫同賣漫畫冇辦法可以 cover 到嘅成本。同埋咧，以前比較早期嗰陣時咧，嗰兩個英文字母嗰間咧，佢可能其實間鋪係佢自己噶啦，但係佢選擇唔做咯。我寧願租出去，我仲好賺過我自己。就係啦，你個經濟根本上都轉曬，咁就變咗你真係好中意睇。嗱，即係我唔會覺得淨係日本漫畫嘅，因為佢租嘅時候，佢同時都有香港漫畫可以租，甚至乎有極少部分嘅美國漫畫。係啊，咁簡單嚟講咧，就邊啲漫畫有人睇嘅，邊啲有得賣，邊啲有得租啦，咁樣。雜誌都有添啦，係咪？雜誌都有啦，日劇啦、美劇啦、韓劇啦、電影啊、動畫電影啦，全部都有得租。去到後期，直頭 game 啊、點數卡啊、精品啊、公仔啊，佢哋都做埋，但係結果都係執笠嘅。就是因為租的問題，成本的問題。但我覺得租漫畫租出租店呢對我來說其實挺有用，因為以前呢真的沒有錢買的、有很多呢都是以前租書租過，然後到長大了之後有錢的時候是買回整套儲的。是啊，所以如果以前是沒有看過的話，你根本不會突然去找回套十年前的漫畫來儲咯。沒錯，其實找回都很難找的。其實其實現在 Google 都找得到的，但是唉，又系電子版，系啦，電子版咯，全部啲像素又低啊，睇得你好辛苦啊，甚至乎翻譯係差啊，或者係簡體字啊，係啊，不過簡體字冇辦法噶啦，即係都仲叫做有得睇啦，但係。你真係鍾意呢啲日本漫畫啦，尤其是就已經係冇曬渠道囉，我想講。係啊，依家有個最好嘅方法呢就係、去旅行嘅時候一次過喺呢個台灣啦近近地一次過喺呢個波克萊度訂曬，然之後喺你嘅酒店附近嘅 7-Eleven 度攞一次過買、啊、我係咁樣囉。一係呢就係、去日本嘅時候去一間叫 Book Off 嘅二手書店呢核數囉，揀曬啲100 yen 嘅。哦，即系要咁样样买漫画。我系要咁样买咯，而家因为其实佢 book off 都几好嘅，不过就都要碰运气，因为你每次去佢个藏书都唔一样咧、有阵时比较想要嗰啲都唔一定有，都系要花好多时间咯。我想讲咧，譬如我而家喺澳门有冇得上网睇定边啲书有得卖，边啲书冇得卖，有冇嘅咧？如果你去博客来嗰啲咪有咯，即系你可以落订噶嘛，跟住你预佢一个礼拜 around 啦，咁样，譬如你下个礼拜一出发。去到台灣嘅，咁你咪今個禮拜一開始睇咯，跟住落單，然之後等佢到齊貨，然之後去指定嘅便利店度取貨。咁我覺得呢個方法係我而家用得最多噶咯。咁其實以你所知啦，香港啊、台灣啊，其實香港應該仲有啲係咪啊？信和中香港仲有，但係其實我覺得同機鋪嘅情況都係一樣。都是沒落中的了。是啊，即是香港和澳門都一樣，但澳門是更加快，因為個人少、市場小、市場窄，所以呢就死得快一點咯。其實香港都是在死的了，給我的感覺。但起碼香港仲存有先啦。是啊，都仲要做買到啦。澳門已經真的很慘了。其實呢，我想講另一個問題就是呢，日本漫画嚟加喺文化上边，世界各国嗰个影响力咧、真系唔够八九十年代咁劲噶啦。系啊系啊，以前可能会出过啲好出色嘅作品，因为个个期期买，个个期期追，成为话题。你学生之间借嚟借去，但系你今时今日虽然大家都上网睇，但系追嘅熱情啊，紅嘅程度啊，因為而家我諗，我諗而家啲後生，後生講到自己好老，我哋二十歲啫，我十八歲講嘅，即係佢哋可能好難話真係會坐定去睇一啲
我哋而家仲睇紧黑白漫画啦，咁可能佢哋已经要追求彩色噶啦。跟住而且仲要系好安定咁样去翻晒一本书，我觉得真系好难。佢哋而家真系攞部手机出嚟按断片就睇断片咯。系啦，即系佢哋可能宁愿睇动画版，佢哋系唔会睇漫画噶。系啊，漫画就会变成咧。改編成為動畫的基礎只可以是這樣。是啊，即除非他真的很喜歡那套、動畫，他才有可能去找回部漫畫來看咯。但他看漫畫會覺得、漫畫始終都不懂，也是沒有動畫那麼過癮。所以其實看漫畫是要耐性的，不單止畫那個要耐性，看但是耐性 你從、美怎麼說好、從文藝角度來說，你漫畫和動畫其實是完全兩樣東西。是啊，兩樣東西來的。尤其是日本的漫畫呢，是很厲害用一種靜態的表現方式去表現動態，或者是一些比較怎麼說留白的東西，即是它很多東西不用畫出來，空間很大。是啊，它那個空間感，它的構圖是相當之漂亮的。是啊，之前我看過一套一個就是你不喜歡的蒲澤直樹。是啊，蒲澤直樹他有做過一個一連串的一些、關於漫畫家的一個、電視節目啦，就是去訪談一些漫畫家，講他們、作畫 的一些、過程這樣啦。咁我哋呢啲畫嘅就會好鍾意睇啦。咁因為其中佢有一個訪問到一個漫畫家，佢都提到一個點呢，就係而家嘅漫畫家，即係佢講返日本㗎啦、其實到而家呢，佢哋喺畫面上面呢都有一種畫太多。就啱啱你講嘅留白呢，其實以前嘅漫畫你見得雖然望落去好似簡陋啲，或者其實我哋會覺得係精簡囉，鋼鍊一啲呀。佢喺適當嘅位置留白，咁你其實你讀者你係明噶嘛？我唔一定要畫出腸噶嘛。但係佢提到一個問題就係而家新一代嘅可能佢會將畫面畫到好豐富，然之後好密，但係就可能係太多咯。嗱、其實太多咧，亦都係一種靚嚟嘅，留白亦一種靚嚟。我舉個例啦，其實我覺得海賊王這些呢啲咧真係好敷噶，但你見佢咧係細微地方咧都畫得好有心機啊！你係睇得出佢個心機，佢有誠意啊！亦都唔係唔靚嘅。嗱，佢誠意係有嘅，但係因為我咧，我係停留喺十幾二十卷以內啦，後面我已經睇唔落去啦。你都好叻噶啦，我真係睇咗頭幾集，我都覺得好辛苦。係因為真係太爆啦，同埋一開始我諗十幾卷嗰度，佢都仲係處於一個魔術期啊，應該就係最有亂嘅時候，我哋就捱唔過，冇辦法。同埋就佢始終咧，唔係一啲即係其實我睇漫畫或者睇古仔、睇電影，我都係好渴望睇到啲我睇頭唔知尾啊、出奇不意啊、有創意啊、有突破啊。即係佢都好有突破，無論畫工、人物設定啊，都好有突破。咁但係跳啊，但係都係算板。第二套戏啊，我是银魂咯。银魂佢有啲恶搞嘅，挨咗十几集我都挨唔落去啦。但你见佢套路落去都系咁就。系啊系啊，同埋佢啲字太多。我都冇问题嘅，字太多。嗱，即系咧，我衰就衰在我买咗港版啊。我读广东话系特别慢嘅，唔知点解。咁广东话咁冇计嘅喎，真系。佢即系佢讲佢银魂嘅港版系译广东话噶嘛，即系出翻晒啲口语落去。我讲翻咧，赞爆个举例，我举咗海贼王啦，留白嘅咧一定系富坚嘅，即系我哋讲紧全职猎人啦，悠游白书，悠游白书真系好好睇噶。但系佢系真系留白得好过分，佢系交草稿。悠游白书去到后面嗰几卷咧，阿黄泉系咪黄泉？地狱篇嗰度咧，简直系巅峰嚟嘅。佢癲噶嘛，亦都係瘋噶嘛，後面就瘋咗啦。然之後巔峯係好啱嘅 ，balance 係落得好好嘅。但係佢哋後面嗰套 Level E 已經冇睇啦，因為實在太過嗱。我想講 Level E 咧，佢又相對啲畫面係充實咗好多嘅咯，正經咗啦。我諗 Level E 已經係佢最 top 嗰部啦嘛。跟住後面阿亨塔已經開始慢慢走下。唔係亨塔其實係佢個，如果對於一般人嚟講係中力，佢定力。捱不到下去嘛。短期短得勁啫，咁但係你講古仔質量咧，我覺得其實都係 OK 嘅，相當唔錯嘅。唔係咁你要攞曬所有嘢噶嘛？你唔畫落去咁嘅。Level E 咧係走偏鋒，唔係個個人都中意，但係佢係落好多心機落去嘅。係啊，睇得出嘅。哇！喺街嗰度捉
捉班僆仔，捉五個僆仔要去扮戰隊喎，幾鬼衰啊！玩人玩地球人玩鬼死咗，係好鬼陰毒㗎！嗰、那個王子係一個 PK 嚟㗎，係好係好經典，好衰㗎，好衰格㗎嗰、那個古仔 set up。咁但係就冇啦，走偏鋒啦，就 hit 唔起啦，又冇得出玩具，又冇得出 game 啊，大佬佢純粹一啲創意嘅極端嚟㗎嘛。咁所以去到後面 ，Hunter 咪翻翻個王道咯。搵个僆仔，系啊，成长啊，热血啊，打交啊，亲情都有啊，RPG 啊，要加下同伴，搞下同伴，打下大嘢啊，系啊系啊。咁但系佢中间啲桥段都仲系好劲，但系佢系留白嘅风格咧，喺连载时间都仲系有。嗱，但系我想讲佢留白嘅时候系好明显系偷工减料，唔系靓嗰种啦。佢根本系做唔切咯，夹硬要交稿嗰啲咯。系啊，嗱、啊、或者咁啦，如果将留白呢个咁样嘅技术发挥到淋漓尽致喺第二啲嘢嗰度咧，我。舉嗰個就，因為我都明啦，即係我係一個路人嚟嘅。誒，有人行過係嘛？誒，點解點解有揸古先生飛過？一號白書咧，首先咧，入面有一個角色咧，就好似我嘅，就叫煙鬼。哦，係喎、啊。煙鬼係帶住副黑超噶嘛，揸住好長煙噶嘛。煙鬼啊！佢老婆最正。煙唔係啊，一號白書啊。嗰、那個肥叔叔煙鬼，係咯，係啊，冇錯，即係咧，同我寫字一樣嘅，雖然肥，但係成本好勁，成本係最好抽嘅人嚟嘅，好勁嘅佢，係啦，佢最尾贏咗噶嘛。通常嗰啲好似黃泉呢啲咁靚仔嗰啲咧，都冇乜好下場嘅，梗係嘛。跟住另外咧，佢好突破，因為仙水咧，其實咧係個基佬嚟嘅，同阿樹係嘻嘻噶嘛，冇錯啦。咁樣咧，最緊要咧就係咧，我哋要講翻呢個 Hunter。Hunter 咧嗰、那個咧，Hunter 咧嗰、那個貪位之道咧係非常之出色嘅。個 game 係咪？嗰、那個篇係貪婪之道。係啦，咁、我係咩嚟嘅貪婪之道咧？大家要睇睇咁啊。要嗌 book 最突破咁啊，梗係嗰個佢師傅啦，比斯基。Biscuit 嗰、那個咩、就是、金剛喎？個樣類似 Aya 咁樣啊！你變咗身又咧就有啲大鑊嘅。咁啊，另外咧，我都想收兩個金劍嘅徒弟。貪米知道嘅最有價值嘅寶物係咩啊？就係真實之劍啊！唉，一講到卡 game 咧，我同遊戲王一樣，遊戲王啲 game 冇睇到。即係佢喺嗰個年代係可以將呢個 online game 咧好忠實嘅一啲嘢呈現翻，即係以假如啊，你跌咗落去一個可以現實地玩 online game 嘅地方，發生咩事？其實呢個都係幾得意。因為佢一個寶物就係將入面虛擬嘅嘢變做真噶嘛。跟住其實去到最尾，你會諗，咦，其實會唔會成個慾望之島其實都係真嘅咧？啊，貪婪之島其實係真實嘅島嚟，但係咧係有一班獵人咧，就用佢嘅特異嘅能力咧去維係住裏邊嗰一個咁嘅規律。其實另外咁樣睇，咪就係我哋靈知主義，我哋添係靈知主義入面嘅另一個世界咯，係嘛？係啊，物質世界。啊、其實係好多方面解到係好過癮㗎。係啊，其實係 OK 嘅。附加啲嘢。你冇拖咁耐啦，我上一次我睇，我已經好亂咯，我睇到矮篇，跟住我又唔記得咗啦。矮篇啊，矮篇咪出咗一隻類似思路嘅嘢咯。其實話咩？矮篇嗰陣時一開始接觸矮篇，我都有啲。接受唔到，因為我覺得好恐怖咧，你唔可以，可唔可以冇食？唔係喎，但係矮篇個結局好點啊？睇咗未啊？我睇到王未死。你講 M 名？唔係啊，矮王未死。唔係矮人啊，頂！變大縮細㗎係嘛？矮王嗰 part OK 嘅，矮王嗰 part 我都唔係捉棋嗰度，佢有個流鼻涕嘅女仔同捉棋嗰度。女人嚟㗎啦，原來係啊，女阿姨啦，當係佢嗰 part 係幾感。佢出咗四版純文字喎，你有冇睇？唔记得啦，全部系黑色底跟住白色说话云，净系写字咯，冇任何公仔。几云嚟咯，本嗰本应该小说嚟嘅，系啊，当系轻小说嚟嘅，系啦，轻小说嚟嘅，奇云轻小说。啊，不过附件版系啦，附件版。哎呀，好，我哋扯得太远啦，系啦，即系头先想讲咧，赞爆咧就系海贼王，留白咧就系富坚，你唔明留富坚点留白？哎呀，唔系啊，仲有一个啊，讲留白嗰、那个死神嗰个啊。死神都有嘅，佢嗰个系呃稿废王啊嘛，系咪嗰个黑旗一户啊？系咪嗰个啊？都系噶，烂晒尾噶咯，冇人追噶咯。我唔知道啊，但系佢系数一数二噶嘛，呃稿废。曾经，但系佢曾经系好红喎，出晒 game 噶嘛，系曾经啊嘛。同嗰个 fairy tale 都识睇咧，梗系睇个新有套嘢咧，叫《监狱学院》啦。监狱学院啊，未睇喎，呢、這个真系唔识喎。我推介你嗱，有三本书。監獄學員、火星異種同埋請叫我英雄，請叫我英雄，我睇。即係而家改造呢個電影嘅叫咩啊 ？I am Hero。喪屍末日戰。嗯，係啦。
系啦，咁啊，大家注意一下啦。但系咧，澳门系唔会买到嘅。诶，大家识通路嘅，唔会再期望澳门嘅市场噶啦。有冇人可以买得翻齐成套《蜡笔小新》咧？仲出紧嘅，麦小新系未完嘅，未大结局噶，未有一套好嘅。但系作者唔系坐艇噶啦咩？但系佢有成个工作室帮佢继续做噶嘛？哦，又要知道佢嘅画工系相当之容易模仿噶嘛？即系其实好似呢个叮当咁，系啊系啊，永远分别噶。冇错冇错，系啊，将会美国漫画化噶啦，呢啲系唯一系日本漫画系可以美国漫画化的。我就谂唔明，其实你觉得叮当同埋呢个美国队长边个会抽啲？达唔到 dead air 咗添。哇，真系 dead air 喎呢样。你觉得 Iron Man 咧，咪会只手咪发嗰啲光速炮嘅？如果叮当同一时间攞空气炮出嚟射佢，你觉得会点咧？我想叮当用个随意门已经可以搞掂啦嘛，个变大缩。如果你讲法宝嚟讲，叮当系劲啲嘅。咁但系你体能嚟讲啊，格斗嚟讲啊，应该 Iron Man 劲啲嘅。其实咧有啲题材咧系可能咧系即系港漫或者系传统咧未必接受到，但系又非常之好睇嘅。即系例如如果你问我咧，我咁耐以嚟最中意睇嘅日本漫画系边套咧，就系道中兵团啦。喂，有一套叫《芳村爆笑团》都好好睇嘅。另外咧，仲有咧，佢即系点讲啊？即系佢日本漫画咧，系可以玩到好尽嘅。你有冇见过一本咧叫《苏哥传》啊？系咪《圣哥传》啊？真系讲系啦，讲阿耶稣同佛祖啊嘛，系啦系啦。系咪先？你呢啲题材喺好多国家未必掂嘅喎。系啊，系啊，我哋讲咗好多一啲好正嘅日本漫画啦。咁我哋下一节就翻嚟继续探讨。喂，死啦，买唔到日本漫画中文版。你日本版都买唔到啦，系任何漫画书都买唔到，点算咧？日本版仲有办法嘅，中文版反而难啲。系啦系啦，继续讲下点样样睇漫画嘅办法，下一节翻嚟再讲。好，翻嚟第二节嘅澳门街，今集我哋讲翻我哋习文化嘅悲惨事。系啦，继续讲紧，原来咧我哋都好多日漫，就算今时今日啦，好多日漫系好好睇嘅，但有一个问题就系、是、澳门已经买唔到漫画书啦。系。咁买唔到漫画书唔紧要，咪上网睇住先咯，或睇住先好啦，记得买翻正版。或者系喺埠外边买咯。系，我都系埠外啦。但系可以预示得到，跟住落嚟更悲惨嘅现实就系、是，可能系日本漫画连中文版都唔会出实体书啊。实体书就真系有啲危难。因为你睇下我哋轮埠系咪叫做台湾啊？台湾香港啦、啊、吓。香港我已经唔指望啦，咁通基本上我就睇台版的会比较多，因为台湾还会，我想台湾和日本的关系还比较密切一点，有很多漫画书呢台湾版都还是找到的、但是香港版已经没有了。香港版你真的只会买几套比较大路的那些，火影继续下去啦，完了啦，不好意思。是啦是啦，跟着 One Piece 那些比较大路的就会有英文版，不是英文版，我眼瞓啊，唔好意思啊，会有中文版，但系台湾可能都仲会有少少偏啲嘅漫画作品系会有中文版嘅，譬如好似我有睇紧呢套神奇公主啦，呢啲我都系真系上网扑呢个中文版嘅啫，不过我纯粹都系嘈嘅，因为已经睇晒。哦，即系咧系睇嗰年再睇晒，就等佢出单行本，即系嘈一嘈嘅啫。即系买翻去供奉啊，或者研究啊咁样。咁所以咧，可以預示嘅未來就係呢啲咁嘅日式嘅漫畫書咧、應該都難逃厄運，除非無厘頭地你日本嘅文化再重複翻個強勢主導翻，都仲有啲可能。即係例如佢周邊嘅商品啊、玩具啊，真係好強勁嘅經濟收益，而令到咧個漫畫嘅畫落去，跟住我哋就。才有機會有人買回實體書來儲。我想現在只可以指望電影業而已，是吧？是啊。但我們上一集已經說過是不行的嘛，你日本那些可能跟著下來有些比較好的呢，只可以這樣期望了。這個是即真的靠估的，但我覺得不得就不得的。我想不知道，譬如可能電影呢始終有 有個規限在這裡，它那個篇幅啊、時間上面或者是卡士上面都可能有一個限制。我見有很多其實改編了做日劇的話是穩陣的、我覺得是，譬如好像我最近看一套叫重版出來呢，這些基本上
我是因为看了一套日剧未完仲连仲做紧嘅，咁我先会走去搵翻套漫画嚟睇咯。咁但系你咁样对比落去咧，我又觉得即系当嗰件事出咗漫画，然之后再将佢影像化咗之后咧，两个有对比同埋补充咯。即系其实佢，我反而觉得讲真认真嘅影像化，即系真人版嗰个咧系写得好啲嘅，因为佢大概知道你个套路咧，然之后包咗一浸嘅。嗯，即系圆翻个头同埋尾咁样包咧，你接受能力系高啲噶。反而睇漫画版系有啲跳嘅，我觉得。嗯，所以其实我唔知道系因为可能你做电影同做电视剧始终系完全两件事啦。嗯，咁如果系做日剧嘅话，佢篇幅又够，跟住资本又唔使太多嘅时候，反而佢哋系控制到嘅。嗱，咁样样啦、啊，其实就算是日剧啊，都不复当年勇，你远远都唔够阿木村拓哉最红嗰一扎啦。而家大家都睇韩剧啊嘛，系咪啊？系啊，其实韩剧同美剧非常之强劲，尤其是咧美剧佢嗰个金钱嗰、那个结构咧，画得非常之紧嘅。佢已经系发展到咧嗰、那个叫做咩 Netflix 嗰啲网络电视咧，佢系收费嘅强。收費的渠道非常之闊，佢、已經保證了個經濟收益，然之後咧就保證了呢些搞創意工業的人長期有飯食、有公開、人工不錯。喂，你要知道、人哋美劇嗰啲演員咧，唔係無線 TVB 嗰啲咁樣。係啊，佢哋可以去拍電影噶嘛？拍同一個卡士嚟都可以係。唔係拍通頂㗎，即係好似人哋一個星期翻四五日工咁嘅樣嘅啫，差唔多。點同啊？人哋一套一季可能得三集，你睇《福爾摩斯》一季得三集嘅啫。你唔好理佢電影拍嚟嘅，佢得三集，佢都人人追，人人超好睇，又有錢，啲明星紅咗之後，大把 job， 大把錢做，就算拍緊嗰套劇，佢系唔辛苦，一个星期顶晒笼，真系四五日工噶咋、跟住有质有量咯，有质有量，跟住食好住好瞓好，有一大堆人帮手，分工清清楚楚。你唔同即系香港，甚至乎日本嗰啲，即系佢哋系会比较似打游击咁样样拍，同埋嘅条件系相对冇咁好噶嘛。尤其是香港系好差噶，香港真系差嘅。系啊，咁人哋又有好作品出，做嗰个又舒服，又真系同你钻研演技、钻研剧本，咁啊导演又做得好，钱又足，乜都掂，咁你咪长期个工业咪去温落去咯。嗯、即系唔好话香港咁劣啦。其实就算系日本嘅漫画、日本嘅电视剧都好啦，即系漫画我谂更加严重，系。仲係用緊主筆再加幾個助手呢個咁樣樣嘅結構，但係其實好多都係做到病，做到頂唔順，個個星期連載係、一個好大嘅工作量。哇，大佬一日坐底咁多鐘就咁坐喺度畫畫畫畫畫畫，係咪先？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我喺呢期睇緊嘅重版出嚟面入面有提到非常重要嘅一樣嘢。其實你即係我哋成日都俾啲動漫影響到，成日都覺得漫畫家係一日坐到黑，然之後趕工趕到死。但其實如果你係一個你可以講係 professional 或者係一個懂得照顧自己嘅人嘅話，你唔一定要咁樣做嘅。你一樣可以當一份工翻八個鐘頭，有你個早餐時間、午餐時間、夜晚黑可以去玩嘅。其實係爭你自己點樣去規劃你嘅人生嘅啫嘛。其實我覺得。即系嘅入面，佢嗰其实嗰套嘢咧就系讲出版业嘅，咁佢主要咧就系 focus 喺漫画嘅嗰个编辑出版嗰个范围，所以佢就会同好多漫画家啦、编辑啦、出版社嘅嗰个互动嘅，咁所以喺入面咧就会睇到好多生态咯，成个生态。其实有啲漫画家即系佢讲到啦，我唔知系真定假啦，但系起码会其实讲到出嚟有，即系你自己嘅生活形式系你自己去。去規劃噶嘛，咁你要做到倒轉曬嘢嘛，嚟講。唔係㗎，我想講做創作嘅人咧。两体嘅咋，唔一定噶。睇下边个类型啦，有啲咧，有似富坚呢啲精益求精或者要睇 feel 嘅，咪会乱晒大龙咯。所以咪就系睇你自己点。但系我想讲，有啲真系流水作业式嘅话咧，画咗廿年、三十年都系流水作业式呢样嘢，就真系好无奈嘅。即系流水作业。系啊，即系譬如就啊，我举啲咩例咁样样咧？柯南啦，嗯。即系你唔会要求佢有一啲好出其不意嘅剧情，但系佢要嘅商业元素，佢来来去去都执齐佢，但系几十年嘅都系差唔多咁样的公式咁样样嘅循环。边个新出嘅就死？咁你咪当翻工咯，定时定后画八个钟咯。但系你唔系噶嘛，画完之后你所有嘢搣烂晒抌晒佢噶嘛。有啲人系唔好画漫画，写文学嘅小说嘅，或者诗人，或者画家。其实好多时候咧，如果佢当
呢樣嘢係傾住咗自己嘅靈魂係精益求精嘅時候，好多時候係容易有呢樣嘢嘅情況發生嘅。所以就係規劃咯，係好重要㗎。即係其實，人老咗咧，你就會去珍惜自己條命㗎啦。咁你唔想死得快嘅，你咪好好對待自己身體咯。即係咧，所以有啲小説家話咧，你搞創作第一件事最重要係咩咧？就係有一個強壯嘅身體。咁你強壯身體點嚟咧？就好好規劃自己身體。係啊，但係你強壯身體都要有規劃地做運動先至做好嘅。咁其實倒轉頭都係啊，要 care 自己先。係啊，其實因為好似唔知聽過邊一個講，其實即係個創作力好高嘅人，其實佢最厲害嘅就係定時嘅生活習慣咯。係啊，係 啊，所以其實唔好太標籤一個所謂嘅藝術工作者，就係一定係亂七八糟啊嗰啲咁樣咯。其實係啦，咁我哋講翻我哋自己嘅正題啦。好啊，嗱就係咧實體嘅中文日本漫畫書咧，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咧。真係唔會點樣樣出㗎啦，而亦都係咧翻譯係越嚟越少。嗯，喂，講真，你賣得幾多本啊？你出嘅話，不如出下嗰啲爆下大陸中共內幕嗰啲書，仲加好賺過譯啲咁嘅漫畫啦。又要買版權，跟住又要翻譯，又要重新印，又乜又七，係咪先？又唔知好唔好賣喎、啊？賣唔出嘅話咧，又真係啊，牛毛咁啊，10蚊本、5蚊本咁樣20萬翻出去，幾慘啊！不過話時話嗰陣時咧，嗰啲漫畫出租店執嗰陣時都幾開心，因為可以好平咁執啲二手書。咁但係你執嗰啲，執完一次就冇啦。講真，執嗰二手書嘅知道啦，中間缺曬頁嘅，有啲畫面靚嘅俾人搣走咗，愛嚟紀念噶。啲租書嘅小朋友好多都好鬼衰格噶嘛。咁又還好嘅，我起碼我執嗰幾本都 OK。哦，咁你可能個品味就冇咁趨向大眾，因為好多時候我執正路書就會，因為我去到已經冇曬啦嘛，正路啲冇曬啦。唔係咁，嗱咁所以咧，我反而就係覺得，喂，究竟你可唔可以？你漫畫攝港漫又好，日漫又好，就好似做音樂嗰啲咁樣樣 ，iTunes 嗰度賣咧，即係。其實而家唔係喎，但係我見譬如你話大陸嗰邊咧都好趨向呢個文化噶咯喎，全部都係電子漫畫條列式嘅，就係啱啱講一路落嘅嗰種咧、一條一條過嘅，跟住下一頁就又一條過嘅嗰種彩色嘅漫畫。而家大陸就好興呢啲噶咯喎，所以其實我覺得大陸嘅市場佢已經將成個漫畫嘅形式改緊噶啦。佢首先咧將所有嘅黑白漫畫變曬做彩色啦，跟住咧我哋平日係右手邊讀過去噶嘛，佢已經全部左手邊讀過去噶啦。啲字我哋啲字係打洞噶嘛，漫畫，但係佢而家所有都打橫嘅，左邊讀過去，跟住變曬彩色啦，跟住慢慢就變曬電子化啦。以前都仲係一版版嘅，而家就全部條列式啦，一條落去，一條就大概你有8頁咁樣，跟住再下一頁就再拖落去咁樣咯。但我想講呢個其實都係文化上嘅唔同啫。但係你最核心、最核心嘅就係好唔好睇作品，作品好唔好睇，貼唔貼得起？呢個係事實。難聽啲講句，得罪啲講句，好多畫工叻或者係古仔叻，咁但係你唔等於貼得起啊嘛，呢樣先慘啊嘛。呢個同一個國家佢本身對文化嘅限制有關，對佢成個經濟狀況啊，成個創意氛圍都有關。嗯，喂。即係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大陸好多漫畫都已經唔算係差嘅啦，但係限制真係太過多。嗯，你好多題材你都唔搞得，係咪先？呢個係事實。但係 at least 起碼佢叫做做咗個叫做工業嘅氛圍出嚟先。係啊，佢其實起碼叫做有一批人話，都廿年啦，漫畫家啦，都廿年啦，即係都真係會有個班底出嚟，有啲人係相對係會識咯。係啊，起碼個市場喺度先啦。你睇下澳門搞到而家，你唔好話廿年啦。200年我谂都唔得。问题系就系一来啊人少啦，二来你唔好话漫画啦。当你连最基本嘅电视报纸都唔 Q 点嘅时候，你只会寄望佢有漫画啫。你系任何城市都有佢自己嘅电视台，有佢嘅报纸系人人睇噶嘛？有啊，有睇咩？你督手机多定睇电视多？你睇下，真系。咁佢系有佢，即系佢点讲咧？佢系咩都有，即系基本嘅嘢喺晒度啦。但系嗰件事。系搣得起咯，可能真就係。即系唔講呢啲怨氣咁重嘅嘢啦。簡單啲講啦，應該就冇咩可能噶啦。你話
澳門要搞到嗰個創意工業，我、已經唔係淨係講漫畫，係創意工業都已經冇咩可能噶啦。佢係咪規範咗叫做文創啦？係啦係啦，嗱反而咧就係、是、有冇可能嗰、那個日本漫畫係可以轉型佢、另一種收費嘅方法，甚至乎係面向全世界嘅、我覺得面向全世界有啲困難。佢始終日本人嗰種大日本主義都係喺度，佢、始終都係好好擁護自己嘅嗰個精神。佢、最多就我諗一諗啊，好似有出過英文版啊，嗰、那個樂童嗰作者叫咩名？樂童啊，大有黑羊啊。阿基拉系边个啊？阿基拉咪大有黑羊咯。咁就系另外一个啦，我成日捞乱啲嘅咁样。另外嗰、那个佢嗰个画风就比较偏向国际化啲，即系冇咁传统日式漫画嘅。咁佢嗰个就走得出去咯。咁但系日本人本身都比较系咯，好似宫崎骏咁样咯，比较有性格。唔系啊，即系咧，佢哋根本上系冇办法将佢产业化。簡單啲嚟講，你見到浮外無論歐美定一話中國人嘅地方，佢翻版完全係冇禁過啊！你明唔明白啊？佢淨係顧住自己島內嘅市場啊！你首先要禁曬啲翻版，然之後但係係冇可能禁得曬嘅喎。而家講緊啊，集英社都唔係而家啦，前兩年我去嗰啲咩座談會講。嗱，我舉個例啦，你荷里活片你網上面睇係難過。日本漫畫先，你日本漫畫真係打個名 Google 就已經睇到中文版，但你荷里活片唔會話有視頻咁易睇到咯，相對嚟講，即係舉個例係咁樣樣咯。但係其實我想講翻就係嗰陣時講緊集英社佢打擊呢、這個。大陸的翻版其實他不是沒有做事，而是他必須要用一種懷柔政策。他說當時好像差不多兩年前，我聽他們講那些相關漫畫相關的一些訊息，他們是說集英社的人呢直頭是養大你先，即是你是一個翻版的平台，叫什麼，即是看漫畫的個翻版的平台，一個平台養大你先，跟住呢就再收購你。即他是用这种方法，他没有办法逐个逐个打的了，因为差太多。那讲真啦，你当那些翻版漫画网做生意的人蠢了吗？我整个东西卖了给你之后自己再另外开一个还可以啦。是啊，但是他们的方法是有做事的，但是你知道的啦，我们大家做过。我想讲日本人其实做生意他们的思维是相对保守，他不会够中国人那么贱格、啊、不会够美国人那么财雄势大那么厉害，这样是真的。他们分享一个小故事，话说呢大陆呢，即你知道有些 office 呢人用的 Windows 呢的电脑啊，那有九个呢，有十个都是用翻版的嘛，因为剩下那个是自己不知道他凑户机出来都是用翻版的嘛。那微软为了解决这个方法呢，于是他们怎样呢，他們就是不是去檢控，因為在大陸的檢控他都沒用的。因為你有發覺最近呢 有隻鞋呢叫 New Balance 呢、在大陸呢被間嘢叫新巴倫的告回轉頭，要起錢的嘛，好搞笑。那微軟的做法就是呢，不是去、控告你，就是跟你說，喂，你那些翻版 Window 都不 upload 得的，是不是？不如這樣呢，我買個 CD key 給你呢，跟住就一條 CD key 人仔10元、來到呢去賣翻俾嗰啲翻版嗰啲啊，不如算啦，你俾10元，跟住你嗰個就變成正版嘅 Windows， 一定要用另外一個方法啊，咁樣都執咗幾億喎、咁我真係好天文數字喎、係啊。好，繼續。係啦，好，繼續。咁、啊、即係真係國情唔同啦。咁但係你如果唔係一個新嘅模式建立得到嘅話咧，係一定係死路。簡單啲嚟講，你日本你本身有一個咁好嘅動漫傳統，但係啲人係揾唔到食，或者係紅唔起，或者係冇一個產業鏈嘅，唔會可以做到美國漫畫或者美國啲電視劇咁多人食到飯嘅，咁就冇噶啦。即係更加唔好進一步講，究竟有冇中文版嘅漫畫呢啲都唔好講啦。你淨係希望佢哋嗰個創意產業係啦，繼續存活落去，即係有糖水養住班人咁啊，繼續有好作品咁，先慢慢慢慢諗究竟會唔會話去翻以前咁勁咧？其實我覺得唔好諗去唔去翻以前咁勁噶啦，應該係真係揾一個新嘅形式去存活落去嘅啫。係啊，但係都幾難嘅，我諗、因為有好多嘢都係停留喺一個所謂嘅情懷。我哋大家都好渴求攞住一本實體書聞下啲油墨味，但係而家嘅人都係滑手機，篤篤篤篤篤，甚至乎
其實他們都不是那麼喜歡看漫畫，甚至乎動畫都不是那麼喜歡看，寧願喜歡打機多一點。我都覺得寧願可能玩一些社交網站。而且就算是你說動畫，即是他們不想看文字，不想看一些硬的東西，想看一些動的東西，動畫都質素都下降啦，其實沒錯，懂得看的都看到啦。難聽一點說句，你數回近這十年日本的動畫，你說技術上面真的進步嗎？有嗎？你真的不太數得出咯，基本上都是那些咁嘢。你美國仲好啲，你迪士尼嗰啲膠片動畫已經進化到完全套套都電腦動畫啦。快咯，做得快咯。亦都做得快，亦都係有新意。佢嗰啲唔需要好仔細，只要喐就得啦。根本上你打曬程式，做好曬啲角色喺電腦度 RAM 喺最多的配音嘅啫。係啦，喺個景裏邊，其實好快就出到嚟噶啦，成套咁樣嘅動畫電影，仲要 3D 喎。同埋佢哋啲題材都有趣噶嘛，係啊。另外一樣嘢，因為完全唔一樣嘅咯，即係同日本嘅漫啊唔係動畫嘅題材又係完全另外一件事。變成你睇日本嘅動畫又得，睇美國嘅動畫又得，但係你動美國嗰邊快啲喎，快靚正喎，咁樣大家都或者咁，你幫手諗下有冇啲新嘅突破點？例如話新海誠嗰啲其實都係有啲突破嘅。例如係咩咧？佢係新海誠，我好似淨係睇過嗰個咩？佢用啲咩機將嗰啲景咧執到咧好哦，將啲色係好靚噶嘛。哦 ，OK。好鮮豔，跟住有少少模糊化，跟住就哇，所有景都好靚噶嘛，會做到。好夢幻啊！嗰啲係咪？係好夢幻下噶嘛，即係你。但係嗰啲你睇一套就夠噶咯，套套都係咁。但係當你到睇咗五套六套之後，你就睇佢畫工就厭噶咯喎。其實亦都唔會有啲咩突破。同埋其實佢哋有少少規限咧，佢哋做呢啲劇場版嗰啲即係電影咧，佢個風格好似都係嗰類咯。你見啊，新海誠同之前嗰套都好似新海誠，細田守係新海誠同細田守嘅畫風都差唔多。哦，咁唔係佢會用好多電腦相色就差好遠。咁問題係，喂，你真係再數唔得出有啲咩突破？你頂多再數咪頂多咪數 Alpha 嗰啲咁嘅敘事形式，但其實都係抄都完咗啦。法國嘅新浪潮電影同埋你數到 Alpha 都已經廿年前嘅事啦。都完咗啦呢件事。你根本上係好難再有突破你日本動畫，係咪先？漫畫更加唔使講咯。但你美國唔係喎，而家都不停都仲係有新嘅技術向前進步緊，又有錢收又賣座，係咪先？又成為主流。不過始終唔一樣嘅，因為始終東西方的美學咧係唔同嘅。係啊，東西方美學唔同唔緊要，咁其實各發展噶嘛，咁但係佢就大家套路唔覺得話會走得出自己嗰條路咯，所以我又擔心緊你真係我哋即係細個嗰種睇實體日本漫畫嘅，就只會變成回憶嘅孫咧，已經係唔知道係乜嘢嘢嚟噶啦，甚至乎。是玩一些新的。咁屋企嗰几本书好收藏嘅，又好值钱。阿爺嗰时候睇啲咁嘅嘢，哇真係过瘾啦，哇龙珠原来咁。要摆博物馆㗎喇到时。係啦，你要好收藏。係因为係出街係买唔到㗎喇，今时今日已经。係呀。係啦，咁就我哋就同。係喎，最尾要讲下喎，话说我去越南，跟住喺越南河内嘅六星级酒店。入面咧嘅呢、這個兒童小天地入面附屬嘅酒店兒童圖書館，跟住咧我就淨係揾到三本譯咗做越南文嘅漫畫，你估下係柯南？唔係，我話唔係柯南係有譯嘅，但係咧越唔係譯越南文，柯南咧係呢個柬埔寨文。哦，係啦，因為其實咧好相似嘅，佢哋都係蛇仔文咧，一個係向上，一個向下，所以你成日會搞亂嘅。但係佢哋都係叫高棉語系。好啦，咁跟住咧，分別係乜嘢呢？就係、是叮當。哦。跟住咧。小新。你估唔到啊，老夫子。哦。竟然係老夫子。係啊，譯咗做越南，因為有華僑啊嘛。哦。係啊，佢主要係中越雙語噶。嗯。係啦，同埋咧第三本咧就係、是、呢、這個睇下先嚇。好比較偏滿少少，可能你哋喺呢度比較少人睇嘅，叫《奇天獵百科全書》。我知呢、這個知，全部都知，同叮當同一個阿 爸。好似係藤井不二雄有分兩個，一個 F 一個 A 係啊，跟住奇天獵嚇 hit 唔起嘛，跟住咪玩翻叮當咯。我好中意嗰個角色叫波仔啊，呢個亞洲嘅動畫嚟㗎啦，係啊。
嗱，咁啊，今集时间都差唔多啦，我哋慨叹一下就系啦，其实都系慨叹一下噶啦。我哋以前嗰只咁嘅日漫模式咧，就将会灭亡啦。记得屋企书架有嘅话，好珍藏。系啦，个好值钱嘅，跟包得就包，过胶就过胶啦，即系做埋除虫，唔好俾曱甴食咗啦。系啊，书虫。系啊，咁啊，将来咧就唔会有漫画书虫噶啦。好啦，咁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好啦，拜拜。拜拜。